各位朋友，欢迎再次收看《玫瑰约会》。每一个成功的男人旁边都有一位女人，每一位孝子孝女的后面都一定有一位无怨无悔、任劳任怨、不计较的付出奉献的母亲。明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，在这边要向所有的母亲致敬，也在这边为你们邀请一位很伟大的母亲，也就是冯佳佳的母亲林燕慧女士。冯妈妈你好。你好，郑小姐你好。想问一下冯妈，您觉得冯佳佳是不是一个孝顺，是不是乖孩子？乖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啊？乖了，很乖。他从小就乖吗？还是长大了才乖？ 对，差不多小小的到现在都乖了，有听话。可是我听说他小的时候有一次被你打得很惨，他逃学是不是？他打没有什么严重啊，两三下而已。不舍得打，因为他那次告诉我说，他欠同学10块钱，所以他就翘课翘了一个礼拜。后来被您发现了以后就打他，是不是？对，10块钱他讲就好，他不敢讲。所以没有还给人家。所以不敢去上学。其实假如当时他跟你说了就没事了。对啊，我有给他还人家。前面我说彭妈妈是一位很伟大的母亲，因为我知道彭妈妈在很蛮久以前就已经是一个人抚养四个小孩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时候很辛苦，那时阵足艰苦的吼，咱的囝拢无通吼食个饱，啊拢无营养，啊拢无通补习，啊伊去国中三年，人大家朋友拢补习，咱拢无补，啊伊就家己一直读，一直读，啊老师讲你算看，因这班的几个会当调家长的。家中还是算家己是上好的学校啦，啊，伊拢算又算有着啦，啊，人伊去考起来，佫调伫头啊啦，我就足欢喜。但是吼，啊，咱袂当让伊继续读高职吼，所以暗时要佫去做工课吼，半工半读吼，所以呢，成绩袂讲读到偌好啦，安尼啦。可是他自己是一个很用功的小孩啊。嘿啦，啊，伊都有认真着啦，但是伊都暗时都含因哥哥佮姐姐拢去做工课，啊，无佫眠啦。面无够吼，啊营养阁无够吼，啊二是去上课吼，伊成绩拢会倒去涂骹呢，有当时会倒落呢，啊放假带去迄个教室内底吼休息，才阁好起来，啊实在有够可怜呢，讲到阮遐囝吼，迄阵是足可怜。其实我们有时候跟碰哥一起工作，会说碰哥你好买一双新的鞋子了，你好买一条新的裤子，都觉得他是一个很节俭的人。我想跟他生长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他到今天虽然他在演艺圈有很好的成绩，也累积了蛮多的财富，可是他还是非常的节俭，不管对人对自己都一样。碰碰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对碰哥做演艺圈这一行，你有什么意见？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？我本来吼不爱回去，我就想讲吼，这四个囝咧，哪会当一个公家头路一个安定，我就好啊。伊就讲要去试看卖，阿彪去试看卖，伊就讲我若未使，我一当就转啊，安尼。啊，咱唔甘无去啊远啊，无人差照顾啊。啊，伊两个查囝吼，厝边啊拢叫咱讲卖回去读册啊，回去做工啦，回去做有剃头啦，啊，咱就唔甘啦。坚持要去读啦，啊！若无住钱，无哪住一个当家，小弟小妹少，啊，咱较幸运。啊，话读到高中毕业嘛，上少啦嘛，到高中了吼。啊，即卖人两个拢考入去伫石油公司啊，伊两个查某，啊，即两个查甫还是考伫邮局啦。啊，伊都无爱住，要去住这，要去做这，做看卖啊。其实凤妈有没有想到说，因为现在都住在嘉义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想到说，有时候可以住到台北去啊，也可以照顾一下凤哥啊？我就台北，我住袂惯势啦。啊，我住家己较惯势，出门拢骑车就会当来四界去吼。啊，台北我去我就安尼，也不知位啦。啊，我拢袂惯势，较无爱去。啊，伊都拢有逐日确定会转来咧。到现在，碰哥还是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天7点钟左右，一定会打一个电话给碰妈妈，是不是这样？嘿，伊拢有逐日啦，7点左右就卡打。我迄个时阵就来电话才等啊。咱也电话啊，每天都打来，都讲。大家都卡，大家都卡。像讲有当时啊，录音也未当走吼，有当时啊，当时也叫别人卡，啊有当时啊吼，伊都卡慢卡，就卡慢就甩只卡安尼啦。大家都拢会卡啦，啊无我都会等啦。啊是真乖啦，真友好啦。我想有这样一个小孩，心里头是非常的安慰的。可是凤哥刚刚出道的时候啊，很多时候他的外貌。
他并不是一个那么英俊的男人，所以他的外貌常常都会成为被取笑的一个对象跟一个话题。你刚刚看到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的小孩一天到晚被人家取笑说不好看啊，鼻孔很大，你心里头觉得怎么样？我有时啊想着我也艰苦啦，是讲叫你卖钱，你就要去，啊去啊，哄笑笑讲你也歹，啊都无法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想讲因大哥拢会讲，哎，不要紧啦，哎，大家在耍啦。啊，我就会讲，嗯，哄笑嘛，歹势见笑，啊，伊拢讲不要紧。啊，即摆有较惯势啊，即人是人要讲笑，安尼有较惯势啊。对对对，其实凤凰真的不是那么的难看，我想。久了也就习惯，大家有看惯他，哎，觉得碰哥其实他有他自己本身，不管是外貌或者说个性上面的优点，啊，碰妈妈，平常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？听说你很早就起床是吧？因为我拢四点外就无得，四点就拢无得困啊哈，啊，四点外就爬起来，啊，爬起来准备别的去运动啦。做什么运动？去早时啊，骑坐轮车去跑去那个学校遐吼。泡两三年啦吼，啊，做伫操做超三十分，啊，就转来，转来顺只菜市啊买菜，买菜，转来嘿，转来啊，啊，大家拢去食头路啊，新妇后生拢食头路，啊，我家己顾厝，啊，孙仔去读册安尼。破妈妈，你介不介意我告诉大家说，您今年已经七十岁了？我不知道我几岁啊啦，老太婆都对啊啦。可是精神真的是非常好，刚刚。破妈透露她的年龄的时候，我们都很讶异，都不是很相信。我想就是每天的运动量很够，然后心里头非常的充实有关。破妈，假如说现在，碰哥没有从事这个演艺圈的工作，你会不会希望他是做什么样的工作？我希望他有本来就靠这有脚哈，有钱啊哈，都要做得好啊。阿兄弟啊，都要做得好，会当互相照顾，啊，有一个安定的工作，安就好啊。啊，伊就要去看卖啊，呢，就要去啊呢。啊，去我拢足烦恼呢，烦恼伊袂晓，啊，伊啊，你做啥物节目，我拢替伊紧张噶，我会惊呢。现在看梅贝芝也会紧张吗？即摆袂啊啦，即摆有恁大家帮忙吼，啊，当今仔日小可成就啊，成就啊啦，安尼当我就较欢喜啊，啊，较袂惊。我伊啊，你较早你主持迄暗会啊啥，我拢会惊。但你不要蹦不会，他溜得很呢。其实您觉得他做了这一行跟以前的彭佳佳有什么分别？他人有没有变？哦，以前做油条那阵哦，嗯，那阵较瘦嘛，嗯，较瘦哦，啊，即马有多瘦？较好看哈，嗯，有较胖啊，较好看嘞。算讲这家是赚钱有较济啦，较济开也较济啦，所以话较重啦，嗯，安尼。当时也家己也欠上好啦。较早迄少年很艰苦吼，做囡仔很艰苦吼，应该爱会晓俭啊啦吼。较早迄艰苦到安尼吼，一早时啊煮糜啊，爱豆干钱啊，一块银几块五六块安尼啊，一人一半，一早啊滚豆油食食咧，一半放咧下豆咧，下豆搁配糜啊，食即几呢。啊，用暗食饭哦，炒炒咧，炒盐炒炒安尼食食食，啊滚水配配咧，兄弟姊妹拢嘛食安尼。爱对大嘞，嘛大到即马遐大汉啊！迄阵实在有够可怜的啊！啊，我都讲哦，厝边啊讲叫我讲，迄两个查囝甲互人啦，互人去饲啦，无遐济你吃歹物件啦，啊，我都唔甘愿啦，袂使互人，我舍不得啦吼，怎样吼？伊哩甲饲饲甲足大汉啦，啊，快，即马都大家拢有一个头路安尼，我都暂时即马较大好，较袂甲好像迄阵安尼吼，责任足重的啦。不过苦的日子终于过去了，然后今天可以回头看看以前一些很困难的日子，是一件可以让我们觉得很骄傲很自豪的事情。明天就是母亲节，我相信很多的母亲每年都对自己的儿女会有一些期望。今天碰妈妈要不要向碰哥讲一些什么话？他我说我是公益哈，啊，工作要认真啦哈，啊，对朋友啊，大家好好，安尼，啊，爱钱爱俭，啊，无惊辜负，安尼啦，安尼都好啊。好，那我想碰妈对碰哥哥有这样的期望，那碰哥哥对碰妈有什么要讲呢？现在有请碰恰恰先生。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谢谢。接你啦，接你啦。碰哥，你有什么话要跟碰妈妈说？我妈妈这个。他一辈子都很辛苦，像他这个时候啊，
可以不再为子女的操心，可以整个这个安下心来，然后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。他是半辈子很辛苦，下半辈子不用担心。那你要在这边向所有的观众做一个承诺，是就要一直都要这么孝顺彭妈妈。那一定的，每个讲啊，相信每个子女大家都跟我跟每个子女都一样，都很孝顺。要一直这样孝顺妈妈。今天非常谢谢彭妈妈接受我的访问，谢谢谢谢，所有的母亲都有像彭哥这样孝顺。谢谢我妈，谢谢谢谢。我跟你说，用法莲，你说你刮刮法莲呐，你上我法莲。是的。你干嘛要烫？好啊，我意思意思，你先来个锅去。Then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my love. Let my love shine.